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木有一丸。其实对于孙膑这个英雄，我一直抱有一个很难表达的情愫。他很强，但我又不希望他出现在己方阵容中。不是所有玩家都懂得孙膑的强势点，孙膑的价值在于拉扯和资源速度，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。也正是因为孙膑的价值体现，他不如牛魔鬼谷子这种一个技能控三五个来的直观。所以孙膑为什么在路人局不受待见？因为路人局谁都想成为焦点，谁都希望是那个 MVP， 不然也不会出现多射手多法师的阵容。就算必须要玩辅助，路人玩家也更愿意选鬼谷子牛魔，因为他们的辉煌就是一个完美控制，可以更直观的被队友认可，谁也不想一直是一个幕后工作者。而孙膑的技能价值体现无时无刻在体现他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，费尽心思的去保护去控制，但没人看到也没人在意。在别人眼里，顺风局他是躺赢的那个，逆风局他是最无用的那个，所以孙膑的出场率一直高不起来。在 KPL 楼上，孙膑是作为一个体系的核心去阵容搭配，在路人局中有几个人会把孙膑作为团队核心呢？说实在话，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单排用孙膑上分。